鸟叔在接受美国 Billboard 的在线采访时曾透露到，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很难找到讨厌江南 style 的人，这种状况是极为不正常的，过于火热的人气反而毁掉了我。鸟叔表示，在发表声势后一直到第三天，好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 MV， 但从第四天开始涌现出了讨厌这首歌曲的声音。然而褒贬不一是正常现象，这种状况反而更好。但这首新歌其实是延续了鸟叔之前电子音乐的水平，只是听众的期待值过高，再加上之前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。正所谓长夜江南，败也江南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